我都80岁了，还来得及吗？连推车都可以过来这里。对呀，好方便。现在啊，它修好了以后，对我们就方便多了。我终于可以实现梦想了，老友相聚，而且可以一起出游，非常的快乐。来古关就是要泡汤，找到你的老友，来一趟寻找梦想的旅程吧。